届太极拳冠军最多的男女运动员。他们二人都是福建武术队的优秀运动员，现在都在美国从事太极拳的推广工作。这次世界太极文化节，他们也是应邀专程从美国来到三亚。他们虽然各自获得过很多的全国和世界冠军，这次同台演出也非常难得。